餐我是来吃我以前留学半年的北海道大学食堂，我觉得食堂的座位分布好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所以刚进来的时候有一点点小疑惑的感觉，但是不影响吃东西啊。因为晚上我还会吃寿司，所以我就没有想说要吃很多，然后我就拿了一个这个 Koroke， 就是猪肉的可乐饼，然后我还拿了一个汉堡白饭。中央食堂呢，它分成一二楼，一楼呢就是我现在在吃的自助餐啊，还有冻饭，卖这些食品的，还有面包店。那二楼呢，它主要是卖面食啊，还有卖一些比较特别的菜单，例如拌的担担面或者是味噌猪排这些。然后二楼还有贩卖部，就是卖一些北海道大学周边泡面还是饮料饭团什么的，等一下再拍详细的给大家看。嘿、hey, 大家我已经吃完饭了，那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一二楼是长什么样子，走吧。然后这个呢是现在的限定菜单，都是以菜为主食，我觉得感觉蛮健康的。然后呢还有九州跟冲绳的期间限定的餐点。二楼的话东西比较多，那我带大家去看一下。那通往二楼的阶梯呢，大家看上面还有写就是欢迎光临，然后二楼呢有购买部、便利商店，还有吃东西的食堂。哈哈哈哈哈！大家看这边就是有北海道的周边的集合，有很多东西啊，有杯子，还有钥匙圈。这里呢还有北海道大学的便利贴啊，还有小徽章，还有笔记本。我之前买超多的，就觉得很值得收藏。像这个，它的笔记本看着长这样子。这个是橡皮擦，上面这个人应该是克拉克先生，就是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还有这个铅笔啊，跟纸胶带，还有他们的小娃娃。日本的大学好像都会有这种吉祥物的小娃娃，像早稻田大学也有啊什么的，就还蛮有趣的。然后呢还有资料夹哦，资料夹也超漂亮的。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旁边呢还有毛巾，然后还有这个是背单词的那种小 memo 本啊。然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北海道大学也是一个观光圣地，因为这里有很多漂亮的景物啊，像是有银杏啊，有雪，所以他们就有出自己的明信片，一张是162日元，没有很贵，大家可以买去收藏。然后这里呢就是北海道大学的衣服啦，那除了这种普通的 T 恤之外，旁边还有毛衣，而且还有围巾，我觉得围巾超扯，而且它的围巾就是很漂亮的，还有这种手提袋，给大家看厉害的来了，北海道大学还有出自己的欧米亚给就吃的东西。那最有名的话呢是这个札幌农学校的饼干，这一款是有名到连北海道的各大的欧米亚给都会卖。如果说你想买这种大包装，就想尝味道的话，他们也有卖这种是小包装的，可以供应各种不同的需求。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小小的核果子啊，还有昆布口味的糖果，然后呢，克拉克先生的各种的咖啡啊，什么东西的。那除了刚才那些周边商品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日本的大学里面的便利商店都会卖什么东西。这个呢，就是泡面系列商品。这边还有一些三明治啊，里面放蛋这种鸡肉，这个就是超级无敌日式。然后还有这种就是马铃薯沙拉也是，然后饭团啊，还有下面那种便当，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些炒面。那旁边呢就是甜点柜啊，这边呢就是我最喜欢的布丁柜，跟大家推荐这一款布丁，神之好吃，这款布丁超级好吃，如果大家在日本的话呢，可以拿来试试看。也跟大家说，这款拿铁呢是只有北海道才有的，所以如果有在北海道玩的呢，也可以喝喝看，这一款是只有北海道才有哦。那看完便利商店，我们来看一下二楼限定的菜单，是有这种比较中式的面，然后还有这种是比较日式的面。还有呢，这种是咖喱。那它这边的二楼呢，卖的都是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冻饭啊，跟餐点。那一楼就是比较不一样。然后它的位置大概就是长这样。我现在要离开了。那我现在已经从食堂出来了，坐在食堂外面的椅子上面吹风。其实这次回来吃这个食堂啊，我真的觉得蛮怀念的。是4年前我在北海道大学，哦，手好酸，换一下手。4年前在北海道大学留学了半年嘛，然后就是几乎每天都会来吃。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还没有开始用 YouTube， 然后 Instagram 也只会拍几张照片而已，所以就其实一直都还蛮想回来纪念的。
所以这次就是有了阿拉西的演唱会的这个机会，那我刚好可以回到北海道大学来吃他们的食堂啊，去吃我回忆的味道。那我知道大家可能来日本也会想要体验看看这种大学食堂，那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是可以进去的，可是最好是避开中午11点半到下午1点的这个区间，因为这个区间是学生都是来吃午餐，然后不只是学生啊，还有教职员。那如果是观光客进去就是想要去体验的话，会害他们的学生损失他们的学生权益。那刚才我在中央食堂的时候，它外面也是有贴一张纸，是写说在这个时段里面除了学生跟教职员之外是禁止进入的，所以我就在外面等到1点多我才进去。那也希望说大家来日本的时候啊，头真的很酸，但如果大家来日本啊要体验看这种大学食堂的话，也是尽量避开这个时间，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然后可能在2点多还是1点多也是在午餐时间啊，也可以来体验一下，看一下日本学生啊他们都吃什么，然后真的很便宜，我觉得实际这样子来吃吃看也是最能够深入当地文化还有他们生活的感觉吧。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啦，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都欢迎帮我按一个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铃铛接收最新的通知，然后呢也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哦，然后呢也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在这里，噔噔，在这里我的日常生活都更新在这里，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为止啦，但是在结束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看的这个很清幽的画面，你们看是不是真的是绿意盎然，超大自然，超漂亮的。好，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雪景啊，就是希望之后可以在冬天再有机会回北海道大学一次。好，那这个影片真的就要结束了啦，大家再见，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チャンネル登録以外のおすすめの動画はこちらです。